者方慧宗台北报道，爱马仕鞋履部门创意总监 Pierre Hardy 以2018年主题玩转世界为创作灵感，将运动折纸游戏、魔术方块、背带游戏和历史传承等概念运用在春夏鞋履设计上，创作出一系列充满活力与时尚魅力的崭新作品。例如一款标榜轻盈柔软的 Rapid 运动鞋，采用新的鞋底制作技术，展现山羊绒与技术帆布一材质的拼接技艺，更以生动活泼的配色与线条凸显其整体设计。另一款 R宛如将艺术穿在脚上，爱马仕 R Boss 系列小牛皮运动男鞋宛如将艺术穿在脚上。 HEMS 提供爱马仕 Rapid 系列山羊绒与技术帆布拼接运动鞋。 HEMS 提供